会先生，希望在你圣诞期间，后港岛国家是照常开放的，大家会使轮流拜拜。冠状病毒到这阵还未结束，所以后港岛全所有轮流拜拜先生，也要爱戴口罩。各位善信，九皇大帝圣诞期间，后港斗母宫是照常开放的，大家可以进庙拜拜。拜九皇爷呢，大家都知道是要吃素的，不过今年太好了，大家也该轮流拜拜，标准花五轮流拜拜的护花护手，好位置，和其他人保持一米的距离，戴好口罩，只要你遵守规矩，虔诚的拜拜。各位先生，希望在你圣诞节有拜拜，拜祝爷哩，大家拢知影，是伫咧吃水。